由马东石领军的电影《犯罪都市三》近日正在进行宣传，而主演群中的演员李俊赫在电影院出席活动时，状态极佳的外貌再次引发热议。网友粉丝们表示，李俊赫本人相貌真的太突出了，一眼就会被他吸引住，整个人精气神都很有能量感。而李俊赫在访谈中被问到，对于帅气的反派美名有何看法？李俊赫回答，其实我也不太清楚，是不是对我抱有极大的善意和荧幕滤镜，观众才给予很好的评价呢？让网友粉丝们表示，大家其实只是说实话而已，就真的很帅又很坏。因为李俊赫想看电影，看完感觉李俊赫身后有光环，演反派的时候特别迷人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听说还为电影增重20公斤。拍完马上就瘦回来，自律的男人真的就是这么帅气啊。